助从何来？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。我要向高山举目，我的帮助从何来？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。哈利路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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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利路亚。我要向高山举目，我的帮助从何来？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。我要向高山举目，我的帮助从何来？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。哈利路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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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利路亚。我要向高山举目，我的帮助从何来？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。我要向高山举目，我的帮助从何来？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。哈利路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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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利路亚。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。是的，那创造天地万物的主永远是我们的帮助。不要让眼前的乌云遮住了我们的视线，我们要仰望那在天上用笑脸帮助我们的神。无论是住在美丽的高山，或是躺卧在阴暗的幽谷，当你抬起头，你将会发现主已为你我而预备。你像太阳，它总不改变，虽然小雨洒在脸上。你像太阳，它总不改变，它不改变。是住在美丽的高山，是躺卧在阴暗的幽谷，当你抬起头，你将会发现主已为你我而预备。你像太阳，它从不改变，虽然小雨洒在脸上。总不改变。
是他又向你帮助我的时候，主啊，向你来祈求，祈求你帮助我，引导我，激起我爱你的心，能够更加的炽热，让我爱你的心能够更多更多的回应你，好叫你不要说我不在爱你。主啊，主啊，谢谢你，你是那样爱我的神。天父，向你来祈求，将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恭敬的交在你的手中，求你的话语向我们来充满，求你赐给我们的谦卑受教的心，好叫我们领受你更多的爱。谢谢天父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的名祈求，阿门。